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一切处一切事工作做完了，别放在心上。啊，即使是善心，善行都不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那是三善道的因。你要没放下，将来三善道去了。三善道在六道啊，没处理呀。啊，带给我们无尽的麻烦、痛苦。啊，所以要放下。善心善行都要放下，恶念恶事当然不肯干了，还会都放在心上吗？善恶两边都不沾，跟六道没缘，一心想念极乐世界，没有一刻不生净土。啊，所以往生净土经念多了，听多了，自然就相信了，没有丝毫怀疑。我们往生的条件具足了，幸运啊，佛号要念，我讲的很多，不念佛往生没品位，没品位去不了啊。所以四十八愿第十八愿说，临命终时一念生念都能往生。为什么？一念生念是下下品往生，有品位啊。如果完全不念，有心有愿，没有品位，没有品位到极乐世界去，没你的座位啊。那怎么办？你回来了，这个理事都得要搞清楚搞明白啊。嘱咐大家一生决定生净土，我们将来在极乐世界大团圆。